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呢，是澳洲地区的父亲节。而日前，西澳佛光童军团在西澳道场举办了温馨的亲子活动，当地市长也都出席。打高尔夫、射空气火箭，还有纸飞机，大人小孩玩得不亦乐乎。人间最美是三套，以家为单位组队参赛，一同完成任务，凝聚向心力，庆祝九月第一个星期天澳洲父亲节。西澳佛光童军团在西澳道场举办活动，要让佛光家庭享受温馨亲子时光。做好事，说好话，存好心。当地童军专员为市长和法师戴上领巾，恭喜他们正式成为西澳佛光童军团荣誉团员。历时新一刻，近百位佛光人齐聚一堂，开心共同见证。Happy Father's Day! Happy Father's Day!父亲节这一天，西澳佛光童军和爸爸妈妈一同回到法身慧明之家，发愿携手实践悲智怨恨菩萨精神，让菩提种子在澳洲成长茁壮。另外是澳洲博斯综合报道。